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来到国语崇拜，让我们尽心预备，用诗歌来赞美主。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
是信心更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救恩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你所赐的，也是因信称义。我们虽然还会不免犯错，但是因为信了你，我们时常诵读圣经、查经、祷告，有圣灵在心中警示我们，让我们常常反省和悔改。主啊，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我们的疑惑又是如此的强。2020年已经过去十个月了，世界还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里，第一波疫情结束后，不同的国家又陆续受到第二、第三波的袭击，人们越来越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对前景感到迷茫、困惑。国家、政府、公司、教会、家庭在这段时间都需要不断的适应新常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主啊，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愿你帮我们除去我们的不幸。很多时候，我们只活在世俗的肉体中，而不是在圣灵里。我们看见了自己的软弱和问题，还有信心的微小。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不幸，让我们坚信信心独由你而来。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用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全心信靠你。主啊，我们要继续为新冠患者和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祈求主赐智慧和力量给各国领导人，
使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承担艰困时期的责任，也求主保守和怜悯所有投入一线战斗的医务人员，保守他们平安，给予他们力量和信心。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的讲员是黄伟嘉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因信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透过网上去敬拜上帝，也感谢主让我就有机会去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也是在基督教教义里面都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因信称义。在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马丁路德他最让人容易记得的还有影响深远的，就是他特别的提倡不是要靠行为去讨上帝的喜悦，而是特别是在救恩里面，而是因信称义。这个和当时候五百年前的那个天主教的时候呢，是很不政治正确的一个教义。但是他提出来以后呢，很多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慢慢的去发觉他所说的是符合圣经的，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神学和教义。那今天我们继续去分享去宣讲罗马书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不是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回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的分享。如果你一路的去看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甚至是第三章，一直到十九节、二十节，我们都看到保罗用了很多的篇幅、很多的内容去描述、去分析、去指出人犯很多的罪引到上帝的愤怒，人的走到一个绝境、没有盼望的一个情况，我们简单的去回顾读十九到二十节，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讲的经文，二十一节之前的两节经文。经文这样说，我们知道律法所说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挡住个人的口，使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
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就是好像给读者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啊，人走到这一个地步啊，好像所有人都犯罪，我们是在一个绝望的境地里面。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在3:21，保罗那个笔锋一转啊，就是他特别谈，我们翻译在中文的时候，就是但如今啊，这个但就是和之前的一段的意思啊很不同的，所以用这个但。但如今，因为保罗现在就要表啊分析却去啊。解释清楚上帝的福音是什么，所以这个但如今就是给之前1:3-20里面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出路，好像我们在很紧迫的关头里头呢，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紧急出口，有一个 exit 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盼望逃出升天了怎么样去那个但如今是说什么呢？保罗，我们现在就是尝试的去看神的义和人的信。经文21-26里面呢讲到神的义和人的信我们分开几个点去分享哈。第一个就是神的义就是合乎他公义的方法称我们为义。在哥林多后书5:21，经文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生在地上。经文圣经里边有说他好像其他人一样受过很多不同的试探，经历人很多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义，就是他用了一个他的方法去合乎他公义的方法称我们为义。怎么样用他的方法称我们为义呢？就是到21-26里面呢，那里面再有提供更多的，保罗有更多的内容给我们知道啊。上帝的方法和我们人的方法，其实在罗马书里面呢，在也有提到人用自己的方法，这是人的义但是这个是一个绝路的哈。上帝的方法就是神的义他的方法满足他的公义。他不是说你明明是犯了罪了，就是算了，算你没有罪了哈。不是，他是用耶稣基督带我们去赎罪。我们等一会再去尝试去说一点多一点哈。第一，我们称义之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我们再看，24，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得称为义。所以我们可以被上帝称为义，是因为上帝是一个有恩典的上帝，他是有恩典的。所以这个称义的行为就是本身是一个赐恩典的因为他是有恩典的。上帝不是一个很霸道很恶的没有爱心的上帝，而是反而是他是有很大恩典的，他的怜悯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得的这个救恩。啊，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我获得，那么基督就白白死了。所以特别是强调呢，这个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我们在了解摩西五经里面呢，教导和另外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里面呢提到，怎么样去做可以讨上帝的喜悦，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这是，标准，这是律法呢。如果要全都要守得住，都遵行的，其实这很难很难的。如果人以为靠自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呢，他最后就发现他是得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就是说，如果人靠自己可以得到救恩，得到上帝的达到上帝的标准要求的话，那基督根本不用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了，他就是白白的去死了。所以保罗就是在这里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就是要向我们施恩的。所以我们称义之源本身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是一个慈爱恩典的神，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创造主是一个很恶的上帝呢，好像魔鬼一样呢，那他根本不需要去拯救我们啊，我们就是好像他的奴隶一样。所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称义之本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和十字架啊。在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里面，其中三次有三节的经文呢都出现了啊，耶稣基督是整个保罗要表达的这个称义的重点啊。第一段就是在二十二节经文这样说，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这并没有分别啊，这是强调了耶稣是可以去满足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行动啊，因为信耶稣。第二呢，在二十七节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得称为义。所以在二十七节里面呢，保罗继续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蒙上帝的恩典啊。上帝是一个赐恩典的神呢，但是他也是透过耶稣基督去实践，所以我们透过要耶稣基督去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方法就是白白的啊，可以称为义啊。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面呢，其实经文二十五、二十六是七在一起的，是可能那个原本分经文的时候呢，就把二十五到二十六呢放在一起的哈。我们再看呢，经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样说过，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里再提到耶稣是作为一个赎罪祭献上去满足上帝的公义，是凭耶稣的血。凭耶稣的血就是要牺牲的，他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流出他的血。其实我们了解耶稣死的方法就是用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是让他的血慢慢的流干，不是一下子流干，而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慢慢的流啊，让他因为不足那个血，没有足够的血呢，他就会失去生命，但是他会
忍受很长的时间的痛苦。耶稣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称义基本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解释清楚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呢，一定会说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的在十字架的先生牺牲，他的行动呢，他的爱的表现呢，就是最重要的在整个福音里面的核心，这是他的死，他的复活。所以整个上帝称我们为义，因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义的回应。如果上帝因为他的恩典，所以他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是有恩典的神，所以他预备了他的方法，他也满足达到他的公义的方法，透过耶稣基督去实践这个救恩，这个救赎啊。但是上帝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点出了人最重要的要去做什么呢，就是用信心去回应。22节这样说，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这并没有分别。25到26节经文这样说，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信。我们再看在最后一段呢，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自己为义，要轻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重复了三次，因为信，借着信，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人可以回应的方法呢，就是你相信，你接受上帝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他称我们为义。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说唯一的行动呢一个随和的回应呢，或者是行动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要相信。如果这个我们都不愿意做呢，那上帝的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拒绝了相信他，所以我们要看到在经文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回应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他的救赎他的牺牲拯救了我们但是可能有人说，那怎么样才叫相信耶稣呢？很多人他都说他是相信耶稣，但是他可能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呢，或者你自己也是怀疑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呢我给你一个去尝试一点的去说明相信耶稣的 ABC 因为在是用三个英文的动词去表达的，让大家容易去记得第一个就是 admit that I am a sinner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第一相信耶稣的 A 呢，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呢，就是 believe in Jesus as my savior 信靠耶稣为个人救主第三呢，就是 commit my life to Christ委身于基督所以如果你觉得相信耶稣可不可以尝试一点去说呢，就是这个你不会把你脑里面呢，你的头脑里面呢知道有这个事情那你就是等于你相信，不是，你要和
耶稣基督有关系，你接受了他，你委身于他、啊、不是你在你的 头脑里面你知道有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个不等于你是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唯一的可以说的行动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我们的信心、啊希望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 你可以听到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啊、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称义的一个救恩，你就是相信耶稣的 ABC 去、啊、如果你真诚的去相信耶稣，去认识上帝，去得到上帝给你预备的永生、啊、第二点呢，第二部分呢，就是27节到31节、啊、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去、啊、对批评者的一个 抗辩、啊、经文里面、啊、他分了三个部分去、啊、回应有一部分人呢、啊、去、啊、对他的批评、啊、或者是对这个福音这个称义的那个方法呢、啊、上帝的那个、啊、福音呢去一个批评呢、啊、他就分开三点去回应、啊、第一点就是、啊、神的义是他的功劳，人没有理由去夸口、啊、我们要看到呢、即使这样哪里可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是指什么法呢？功德吗？不是，是指着信的基法吗？所以我们认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于律法的行为，不可以夸口，反而是要活出谦卑、啊、其实神的义就是特别就 强调呢，基本上都是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接受这个、啊、上帝为我们的这一份礼物，这个恩典啊、你如果你要接受这个恩典都是你的功劳的吗？ 那你就是、你把那个什么叫功劳是扭曲了、啊啊、所以人在这个福音里面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啊、要夸的都要夸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受苦要行动的，也带来重要的影响。我们要看、如果我们好像保罗说要夸就要夸耶稣基督，要夸就夸十字架，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啊、去夸耀的，因为最重要的事情他都为我们做了、我们接受，我们要谦卑的去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啊、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他的恩典称我们为义、啊第二点呢，保罗要去回应的就是、以前犹太人的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他们要不要守、啊、犹太人他们很多的规矩，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很多，好像、那个 受割礼、啊、或者是、要吃什么那个食物里面呢要定很多的、很多的、分门别类，很不可以吃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特别去强调呢、是一独一的神，是全人类的神，他不但只是犹太人的神，所以经文这样说，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吗？不也是外邦人的吗？他也是外邦人的神啊。既然神是一位，他就要本于信，称他受隔离的为义，也要借着信，称他未受隔离的为义。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可能那个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的人都是外邦人，都是和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区别。而上帝呢只有独宠他们，独爱他们、犹太民族、以色列人、上帝不会祝福欺负其他的民族的。
但是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呢，保罗讲得很清楚，他的逻辑也是很简单，他是说既然只有一位上帝，他是犹太人的上帝，他也是其他人的上帝吗？所以犹太人是上帝创造的，其他民族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啊、所以、上帝也是他们的上帝、所以这里面呢特别强调、提到那个、我们不要为、人一个民族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感、好像犹太人、两千年前他们已经有很大的优越感，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鄙视其他民族的人、觉得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不受上帝爱的人的民族。其实保罗、去提醒他们、不要歧视、不要做种族歧视。其实也是如果我们是华人呢、我们 有没有特别觉得我们华人是有很大的优越感呢？我们会轻忽其他民族的一些，用很多贬义词去、歧视他们呢？就我们如果给别人歧视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好感嘛、我们也 很简单很容易去推想到其他人让我们去歧视的时候呢，也是、会得到这个、他们的 不开心的。不但是因为他们不开心，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上帝 他们有创造主，他的创造主和我们的创造主是同一位的、所以我们不歧视他们，因为我们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根源、也不要为自己出生是什么民族，或者是其他人他出生什么民族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感、所以我们如果要形容、印度人呢、那个非洲人呢，或者是日本人呢、不要用什么那个、歧视意义的那个称呼去描述他们哈，因为这样可能就去显出我们自己的、优越感哈。保罗在这里也透过这里呢，把那个基督教呢超越犹太教，他们很狭义的去看这个犹太教只是给犹太人的。只是保罗在这里为基督教成为一个全世界普世性的宗教也是 讲清楚了、当然不是主要不是保罗的意思，是上帝透过保罗把那个真理启示出来。这是、这个基督教呢就是普世性的宗教，一个是给全人类的宗教，因为上帝爱世人，上帝不是只是爱犹太人，也不只是爱欧洲人，或者是美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他是爱世人、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在保罗这里，在这里呢，特别是强调不要把那个上帝说成是只有一个小民族里面的一个上帝，而其他民族是没有的。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提到了、将来的那个敬拜呢就是各民族的人走在一起去敬拜、上帝，那个图画呢真的太美丽了，真的、很向往、将来所有的、有一天呢我们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不同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信耶稣的，所以耶稣的福音是临到不同的人、我们也 同样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宣教是很重要的，因为透过宣教把福音传给一些他们没机会听福音的人。我们中国人有这个机会传福听到福音，因为有不断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去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
教会里面很鼓励弟兄姐妹去支持、宣教士的，在你的祷告、在你的、奉献、或者是你的关心里面呢，去关心、宣教的宣教士他们的需要、或者宣教事工的他们的需要、最后保罗去提到、回应那个对那个神的义的那个批评、说神的义不是否定律法、经文这样说，这三十一节，就这样我们借着信废了律法吗？绝对不是，更是巩固律法了。这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废了律法，反而是巩固了律法。怎么样说呢？其实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里面呢，有人去挑战耶稣基督啊，他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去回应的，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 废掉，而是来成全、所以耶稣来到他去、更好的去支持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就是整个可以概括就是说就是旧约的经文里面，所以耶稣是支持旧约的那个权威的那个 authority 哈、他不是来废掉的，而是来成全的、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这样经文这样说，对吧？但这信还没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上，尚被圈住，直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启蒙教师，直到基督来了，好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里再次提到，在加拉太书里边呢，提到因信称义。当那个律信来到之后呢，我们透过信就可以得到上帝称义的那个身份，那个恩典的时候呢，律法就引领我们去明白这个信，因为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让我们知道罪。当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就是人的义，而是需要接受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方法，是满足他公义的方法，就是神的义，就是称我们为义。这个称我们为义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去成就的，去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因信称义，就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之后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有不同的角度去继续的去讲到神的律法了，福音恩典和信心的哈。但是在这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里面呢，是很好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义，因信称义。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让我们有机会去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被你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感谢你求你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道，我们可以常常的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在主内里面合一，我们要不要再夸要我们什么，而要夸的都是要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夸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感谢你求你的灵引领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去有感恩的心去跟随耶稣基督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网上聚在一起，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守圣餐也是我们透过网上，虽然这个方法不是太理想，但是我们也要感恩，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去透过圣餐表达我们在主里的合一，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思想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罗马书第五章经文这样说，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自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靠着他的借着他的得救免受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常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经文特别是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时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如果牺牲是很难做得到，我们为一个我们关心爱的人去为他牺牲我们的生命，舍去我们的生命，为他受苦，我们都觉得很困难，可能这个世界上也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但是如果为一些我们他拒绝我们不喜欢我们和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人为他们牺牲，其实基本上是找不到的。但是耶稣基督就这样去表达了，他做了，也表达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去定义上帝是不是一个爱的上帝，不是因为他赐给我们很多恩典所以他爱我们，有一天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恩典给我们了，我们的路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上帝不爱我了。其实上帝为我们死，为我们预备救恩，这就是上帝的爱。你无论是在什么的情况，他的爱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纪念圣餐其实就是很好的机会去思想上帝的爱。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他对我们的爱。圣餐是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他设立，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更是讲得很清楚，整个的圣餐里面，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去纪念他的救恩。因为他的牺牲，我们才可以得救。在我们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之前，我想大家一起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去在上帝的面前去反省，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求他赦免，我们一起安静反省，默默地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
好，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你之前已经在预备一些我们在报告事项里面提过的大家预备的饼和杯去纪念圣餐。你家里任何的面包或者一些葡萄酒或者是葡萄汁都可以的哈。如果你没有的，有一点红酒都可以哈。这个饼呢，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为了拯救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现在我们一起以信心和感恩的心去领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爱我们赐给我们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你，你亲自献上你的身体生命流出宝血我们要感谢你为我们牺牲，表达上帝的爱，为你爱我们去感恩。也天父，我们也求你刚才我们在你面前默默的祷告反省求你赦免的时候，求你开恩怜悯我们饶恕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盼望去继续的跟随耶稣基督去荣耀你，为你做见证。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杯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是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现在以信心和感恩的心去领受。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背诵或者是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让我们有一个差遣的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透过网上去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领受你的道，可以回到我们的生活去实践，让你的福音去引领我们、安慰我们，也让我们有这个恩典和鼓励去分享你的福音，求你施恩怜悯。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